从疫情之后就回台湾的霍建华，21日被直击出现在北京街头啦。有网友分享了霍建华的近照，并写下霍建华到北京了，玫瑰故事快开机。最近演员都陆续定妆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霍建华的状态非常好，跟朋友的聚会似乎小喝了几杯，脸有点红红。而大家对于他再度回到北京都相当兴奋，直呼真的久违了华哥，他终于来了，竟然真的来了，生徒的状态很牛哎，真的很期待他哎，他终于要演戏了等等留言。不过也有网友小抱怨，这么长时间没看到霍建华，以为他退出演艺圈了呢，结婚后就这么少演戏，演技完全都浪费了啊。据传玫瑰故事将由刘亦菲、霍建华、佟大为、林更新等一线演员共同演出，这部因为疫情耽误的大戏再度重启，也让戏迷相当激动。Bye.